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呢个影片咧就系想咧帮呢个 GBA 咧改一改呢个机壳嘅。咁大家画面上都见到咧，嗰个电池盖啊，各方面咧都有一啲嘅问题啦，譬如电池盖非常之松啦，而之后机壳咧都黄啦，开始泛黄啦一啲机壳。所以咧我就买咗呢一个嘅白色、红色嘅 GBA 机壳咧，就帮呢一个机咧改一改嗰个外貌嘅。咁但系呢条影片咧，注意咧就唔系一个嘅教学啦，只系纯粹一个记录啦，吓记录下一个 GBA 嘅改外壳嘅一个嘅影片啦。咁首先咧，我一开头咧就会拆咗呢一个嘅红白色嗰个 GBA 壳先啦，拆下入面有啲咩先。咁望完之后咧，咁就再去拆我嘅本体啦，系啦，就系嗰部有呢一个嘅零件喺入面嘅嗰个机嘅。咁同埋讲明先啦，咁今次咧就会。今次呢一次咧系我第一次拆呢个 GBA 啦，即系拆呢机体嘅嘢，咁都系唔系好识嘅，系唔系好识，所以呢，有好多可能有啲问题啦，有啲一啲嘅技术上嘅问题。好，咁你见到呢，依家呢就系开始拆嗰个嘅底板啦，咁底板呢就会有两粒嘅螺丝呢固定住佢嘅，咁当你拆咗两粒螺丝之后呢，你就会见到呢。佢系连住咗一个嘅画面啦，咁你都系需要拆除佢先嘅，系啦。咁啊，再讲多一次啦，呢一度咧系个不专业嘅示范啊。咁同埋咧拆呢一个，大家会见到咧，我依家咧就系拆紧呢一个嘅嗰啲按钮嗰啲掣啦。然之后最后一步咧就系拆呢个 mon 嘅。咁 mon 嗰部分咧我就冇整出嚟俾大家睇啦，因为自己唔熟，系啦。后来我先知道点样拆啦，系啦。咁呢一度咧，大家如果有兴趣想去。自己改嘅话咧，即系自己改装个外壳咧，咁啊自己上网揾下啊，打呢一个 GBA， 跟住一堆入英文啦，英文外国嗰啲咧通常都好啲嘅，因为佢哋有一啲嘅又比较多呢一啲类型嘅影片啦。咁将呢个 mon 拆咗出嚟之后咧，咁我就会将成块底板连埋个 mon 咧，就开始嵌入去新个机壳度啦。咁大家会见到啦吓，咁啊开始咧慢慢见到个形出嚟啦。然之后咧，呢一次咧系第一次尝试开机啦吓，咁啊开机，但系发现系有少少失败嘅，系啦，唔知咩原因底下失败嘅。咁我咧之后咧再拆过嚟，等所有嘅零件咧装好晒咧之后，再去睇下究竟开唔开到着啦。同埋咧，我系忘记咗咧，要放呢一个嘅十字掣啦，同埋 AB 掣咧，同埋 Start 掣嗰啲咧，唔记得放入去嘅，所以咧，我又要再拆多一次啦。咁今次呢一个嘅改装咧，其实我都系咁不断又拆啦，又装咗好多次嘅。咁大家见到啦，依家咧再次嵌翻入去，但系未齐零件嘅，系啦，画面咧已经系开到啦，大家见到咧有画面睇啦。咁依家咧再拆多次啦。因为就冇放嗰两个嘅胶状嘅物体落去啊，胶状嘅物体，咁嗰两个如果冇咗嘅话咧，咁要揿掣咧就会冇乜动，即系冇乜弹力啦，系啦，揿落去好似冇乜呢一个嘅回弹嗰一下啦，系啦，我都唔识点样讲呢一个嘅感觉啊。咁最后咧，终于就成功砌咗啦，都几长时间嘅砌咗，大家可能见影片好短啦，其实我砌咗好耐，差唔多半粒钟嘅。系啦，大家见到咧开到机啦，但系咧好似第一次开呢一个水晶板有啲失败嘅啊，呢、这、一个咧就系最终嘅砌完出嚟嘅模样啦，我觉得都几靓嘅，其实红白色系啦，咁啊成功开咗出嚟啦部机，咁唯一一个问题就系咧啲掣咧你见到咧好硬嘅，系啊，你可能喺影片上都会见到咧，我揿掣系揿得都几辛苦下嘅，有少少硬骨骨啦，系啦，即系唔似普通嘅一部机咁样啦，即系唔似依家啲
game， 即係好似 Switch 嗰類咧，啲掣咧你撳得出好有質感嘅。但係呢一個雖然係有質感啊，但係佢係好硬，我唔知點解啊。因為我已經跟足咗佢嗰個嘅砌法啦，有機會係一啲嘅零件上太過實定點啦。咁今次呢條影片係嚟呢度先，我哋睇下下次做仲有冇啲咩嘢嘅機體或者係一啲。DIY 啊之类嘅东西咧，会再拍俾大家睇啦。咁今次呢条片嚟到先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